娱乐圈的竞争有多激烈，只有本人才最清楚。外行人总结的话，大概只能是来源于生活。高于生活，暑假就快结束了，可是这戏还没演完。每每出现的反转，像爽文一样精彩，比小说都夸张。进入暑期后，特别是肖战与谷遥开播后，网上针对肖战的黑公关是一波接着一波，那熟悉的味道像极了2022年。 以往盘点的都是肖战的瓜料，这次咱们弄点不一样的。盘点一下针对肖战的黑公关，针对作品《玉骨遥》被买黑公关，作品是艺人的基础，没有好作品的艺人就像没有地基的高楼，打击肖战的作品势在必行。闷中的那片海是证据，不好拿来做文章。玉骨遥就简单多了，多个营销号爆料发玉骨遥的黑稿可以赚钱。 价格一路高涨，从10元涨到了60元，这还不算完。 CP 粉还组织了大规模举报玉骨遥宣传的活动，疯狂带节奏，要剧停播，要观众弃剧，针对粉丝造谣站姐脱粉。玉骨遥火了，谁最难受呢？大概是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了 ，CP 粉内部出现争取，大粉站姐卷钱跑路了。但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，开始造谣肖战家站姐脱粉，怎么可能呢？ CP 粉失算了，肖战家站姐纷纷回应我在，把正阳老的16年的古早粉都炸出来了。小新也没想过我在那么好听，肖战粉丝名场面又添一个，肖战的固粉能力实乃一绝。针对工作室经纪人王立威退股肖战工作室，猛然间看到这个话题，小新还以为自己启蒙了，穿越了呢。营销号是最近才通网吗？ 新闻讲求时效性，这都800年前的消息了。现在才发薅肖战流量，也讲点基本法好吗？肖战工作室叫主报文化，早就和仲夏夜没关系了。望周知，没啥发的可以不发的。或者说又想用肖战转移什么视线啦？简单说下黑料的联动过程。蓝 V 10:59发布消息，黑号5分钟后迅速联动，半个小时后另一个黑号也加入了进来。 转发全是造谣辱骂，然而该蓝 V 对此完全视而不见，最后几十个转发评论就空降主榜热搜，这联动速度就跟约好了似的。怎么肖战暑假播2部剧爆2部就坐不住了？把几年前的事情当新闻发，蓝 V 与黑公关联动上热搜，流程这么熟悉，不是第一次做了吧？建议查一下，看看背后是哪家资本在操控。 一连串的组合拳下来，没点实力的艺人，估计已经起不来了。这种堪称全方位的打击，没点硬实力怎么过关？动不动就是高位热搜，对家真是破费了。这个暑期档最赚钱的是水晶公司吧？单子一个接一个的，完全不愁市场吗？肖战也太不容易了，不光得养活自己，养活工作室的一大帮子人。 还得养活黑粉和营销号哦，水晶公司也不能忘了，没肖战，内娱可怎么活？肖战。